建党100周年要交一张作品，命题都是这个永远跟党走。你发现没有，不管你写什么书，永远跟党走5个字四个有那儿，那儿那儿，这也应该是那儿，它反扣了，这也是那儿。你不管写什么书题，你如果把这个四个那儿你都写得雷同，就不是高手。写得很好啊，这个字写得很好，小款也写得很好，党字啊完全可以不写这个字，就写那个现在的简化字，古而有之。但是这张字很好，你挑不出基本笔法什么的都不错，除了有这个勾有点像鱼钩了，这个没收住挑出去了，其他的都不错，上款和下款也不错。我写了一个像草书，但是它有一点儿一个圆，这边一个圆，然后这边一个点，有远字写了一个长的，根字写了个反扣，走字呢怎么办？走字又有一个那，我怎么写的呢？走字你看这样下来之后，所以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